就是水晶箱，我记得我是不要用比较好，因为它是把里面的物品在里面一直晃，对，对啊，展现出来会那个展示啊，晃晃晃，是不是会那个？就觉得那个比较强，嗯，哎，飞进去来，青金石跟红石还有钻石可以强化吗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强化，不止这些东西。我看一下书好了，石英啊，强化。石英加锋利啊，然后那种发酵蜘蛛眼加解蛛克星啊，啊，怎么叫做时运？啊，时运是幸运吗？珍品这什么东西啊？传世珍品，珍品，所以有赝品吗？这哦，我学到了一个技能啊，还有技能。嗯，要去找刚刚的画画。可是我点掉，我不知道是学到什么。嗯，感谢捧花。捧花，它的强化次数怎么算的？你丢一个东西就算一次吗？对，对啊。看你如果你是想要红石，红石它上面有个数字，到五十的时候要再加上去就要加一，次数就得扣一了。哦哦，你丢一个就知道了。它那丢下去，它会讲说，五十分之一，你加到满就是加到满这样子。应该好了，回不好了，不关掉了。所以我是可以先暂时丢着，就是我是五十分之六十，那我们不要六十分之五十，然后这就不算加满了，加六十加又有东西不够啊。哦，我先暂时加着。这样子的，他把东西倒完吗？更多你到底要拉屎几次？赶快去拉啦！从刚刚说要拉屎胃痛，赶快去啦！去厕所！去！再拉一次，我帮你去拉屎，背着你让你去拉，拉完再回来看啊！要惹我的小雏菊？哦，可以，小雏菊。小雏菊。对呀，神秘小雏菊。我怎么上线就死掉啦？你怎么死掉啦？你怎么死掉了？之前被 NT 浪比杀掉了。我下来啦。怎么死掉了？看我看看啊。做错了，这样啊。之后再分类啦，模组的东西真的太多，不怎么分。对啊。对啊。还有高王多久而已，你要我们做多远啊？嗯，没有，他说箱子分类啦。哦，太早了啦。方块分一类，其他物品分一类而已。太早了，现在要分还太早了。说实在，要分也不知道该怎么分。真的，太多东西了。因为有一些东西又是共通的，你根本就没办法分啊。哇，真的有小僵尸哎，我的妈！啊，我的电灯搞得熄嘞熄嘞，是的哟。那我问一下哦，那个环球旅行者啊，他会吃到幸运效果吗？就是多喷的，该会吧？我没试过哎。他是挖起来之后再传回去，应该是会吧？嗯。哦，因为我有加青金石啊，但是因为传回家，所以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。嗯。这样子，他连这个都会传回家、哦。嗯，啊，我记得可以锁起来。对，你要锁什么东西起来？锁定那个箱子，锁定那个抽屉，它能够传送的东西，能够放的东西。哎呦，谁？哪里？这感觉身上要带一点石头。哪里？啊，上面。对啊，自己要带石头，不然你真的是挖东西就呵呵，真的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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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看一下锁定的怎么锁啊？做锤子挖吗？比较有效率，好主意耶！你不是用锤子吗？我不是啊，居然。差超多的，九个挖，跟一个挖，差超多。
有办法直接部件升级成锤子吗？不行。不行。啊。嗯，相同类型的吧。把这个东西材料还我吗？对，麻烦丢垃圾桶吗？麻烦丢垃圾桶。不行吧？感觉是不行啊。那你们幸运是附在锤子上？没付，我还没付啊，我准备要付了。我现在在弄东西了，准备要用了。怎么锁啊？这它可以锁起来，怎么锁？抽屉要锁物品，对，我现在在想，我忘记要怎么锁了，太久没玩了。哇，钻石。Diamond。钻石现在就真的觉得还好。真的要死了。哇，已经挖到已经很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就觉得很多东西都比钻石还好啦。就是啊，工业是后面很多钱。工业真的是知道缺钻石，它有机制是说你只要拿几个煤炭啦、啊、好像是64×64个煤炭，可以做一个钻石啊，忘记了。碳换钻，碳钻，挖鱼骨哦，用锤子挖鱼骨，我觉得用锤子就可以直接整面挖开啦，不用再鱼骨了。挖一个大方形也不错啊。嗯嗯，这石头可以。啊，这个年代还有人在挖鱼骨？没有了吧？你这样子，我刚刚所有在挖鱼骨的都。你这样子，我刚刚直播了这个一半小时，你这样我有点难做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吧？吧？可能没了吧？对。现在一个那个是手柄板牌。好了，撤，准备收工。收工。啊，冰的腐肉能干嘛？冰的腐肉。刚刚那个，你可以对他按 U 看看他能干嘛？他可以酿药水吗？这样而已哦。OK， 直接吃嘛。哇，我挖了好多东西哦。所以我要准备一些鹅卵石。鹅卵石不行，是所以一定要烧是。假吗？假吗？以前要用钥匙吗？我记得以前没有做过钥匙这个东西啊。还要锁箱哦。锁箱锁定它能够放的东西啊。哦。不要再闪了，我的电灯闪屁闪。一闪一闪亮晶晶啊！满天都是小鸡。哈？啊？小星星。哦呦，安德欸，安德QQ， 那啊，还有两个金哦。哇，那个女巫自己丢毒丢到自己，怎么这么好笑？他也想喝一下吧？太会了吧？这么想，每次都是你们喝，我也要喝一下。痛！啊，村庄的紫露水可以挖啦？是吗？村庄可以吗？不对啊，哦，有，真的可以挖，可以回家，可以挖回家，有了，所以我家现在有植入石了，耶，还有多吗？没了，耶，我可以拿去拿，好喂，耶，耶，可以晒吗？我去拿，哇哦，这晒的刺有比较凉吗？还是刺比较有魔法？Magic， 干嘛？笑什么？笑屁笑、啊！笑什么事啊？谁要笑啊？从玻璃心笑一下。有没有想要买紫露石啊？哇，开始卖喽！哎呀，卖紫露石啊！紫露石可以干嘛？可以，就是人家自己传送家。好。
真的。啊，传送你知道三等哦 ？What the fuck？ 或者用传送卷轴，或传送之石。啊，浪费卷轴啊！哦，因为等级很高的就很心痛吧？好像那好几次才发现，好像哎，我等级好像降低了。想不想要等级呀、啊？我就升快钻哦。啊，你是可以移动，可以买，可以那个的吗？放的吗？我这种升快钻啊。啊，你说的是挖到怪塔还是？对。升怪塔还是升怪钻？拼捧拼。怪钻可以弄怪塔。升怪。自然的圣怪塔，那可以带走吗？带不走啊！你想干嘛？带不走。我刚刚被打死啊！想干嘛？想拿东西，这样不行。我打算盖家吗？没有啊！你有看到我平常在盖家的吗？对没？是不是？完全从没有在盖家的、啊，想什么？盖什么家？我会整理一个仓库就已经很好了，好吗？对啊，仓库就够了。真的、啊，那人是盖家的啊。那、啊、不会被偷袭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就好了。只是大家都不在线上的时候可以睡一下就好了。马玉林哦，你们平常连睡都不用睡。Tinker 武器有推荐哪个吗？推荐哎、欸，那个什么烂鞋子到底是要干嘛？分解成皮革啊？分解？怎么分解？放在你的身上，把老鼠。放拿上去，放在身上的那四格其中一格。哦，哎、哦真的假的？可以分解？哦，真的哎，废掉。哎、欸，所以皮刀、啊。不是，我以为他要拿什么特别的东西把它分解。所以做好抽屉就是要做钥匙，是不是？做钥匙才能锁定它可以存进去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不然它如果你下面有放漏斗或是什么的话，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空。哦。啊！我要做那个啦，星光武器要做什么？我刚才在听，没有听到。嗯，武器？对啊，武器还没有人讲啊。我刚刚就在等啊，等答案等不到。看你想做什么的咯。我知道那个劈刀是可以比较容易掉头吗？对啊，它是它叫做砍头的砍头刀。嗯。你要做砍头刀吗？我是皮刀，剑刃吗？还是大剑刃？呀，我的魔力还是死神镰刀，哪一个啊？嗯，死神镰。你说材质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是我现在还没做出一把武器。哎，武器有大刀、大剑、长剑、西洋剑、平底煎锅平底锅好了，战斗牌子跟皮刀。经历过这个吧，盘模具吗？可以看一下，跨买。锤子，你们的附魔附什么啊？锤子，对啊，一样，我是用速度而已啊，速度而已，按，嗯，材料，按的。那手柄是用什么？卡了啊！手柄，我手柄用耐酸铝。你们卡吗？没有。每盾可以用高斯牌。放不进去。哦，重复了哦。好，扔掉。嗯。启示录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哦，解心玛丽，黄金的呢？哦，黄金的还不错、啊。哦，黄金在这里。我发现这是不是有时候会累个，然后明明做的东西却发现没在身上。对啊。弄两个劣质玛纳兹，一个用来存足够的玛纳，黄金不够，另外一个弄成完整的玛纳兹。啊，我这不是锤子啊！我要先用这个、啊。什么？哦，还好你没有，我看到了，不是锤子吗？啊，这战斗牌子哎。升级不用一层一层升上去，直接做最好就好了。我记得以前是要一层一层升上去啊，不是吗？你说箱子吗？对啊。
箱子我记得是要慢慢升上去，不是吗？还是他后来有改善？我不知道。四重的漂浮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是要一层一层上去。我的印象也是哎、欸，我的印象也是一层一层上去哎、欸。嗯。大概。工具台要升级哦，试看看好了。有铁的，用铁砖做的，那是升级的。哦，要升级、啊、哦。这个抽屉可以直接跳升哦，不需要直接一个一个升哦。